据知情人士透露，3月9日，时尚杂志社创始人、时尚集团董事长刘江因病去世，享年63岁。刘江最后一次公开讲话是在1月24日时尚集团年会上，他在致辞中表示，时尚集团一直逆流而上，乘风破浪，前进的动力来自每一个奋战在时尚一线的时尚人。时间不止，时尚不停，时尚集团将和每一个时尚人一起继续创造无限可能，继续见证生活的改变和美好的发生。刘江也曾表示，时尚是潮流的序幕，封面是时代的剪影，时尚把过去25年中各刊曾经迸发和产生过的创意、选题、观点浓缩在这100多幅封面故事和花絮里，用封面承载了对美好生活的所有向往，用故事回溯当年的时尚，映射和致敬我们的时代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